峰十六日出席知名珠宝品牌记者会。由于近期爆出八点档演员邱奇文与王乐妍大吵一事，梅凤姐当天也被问到如果碰到同样的状况自己会怎么解决，对此她则回应因为后续拍戏人会见到面，大家还是和气生财，自己目前都没碰过类似的事件，不过曾被踩过底线。梅凤姐说到，当时有位名嘴在节目上直呼她耍大牌，在餐厅不愿和人合照，对此梅凤姐也解释说到，想合照当然好啊，但有时候自己去吃饭遇到真的很不美味的店家，而对方又想合照，自己不想要合照被挂在店家的墙上宣传。后续梅凤姐也有碰到该位名嘴，她非常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，而梅凤姐则冷冷地说道，我跟你很熟吗？我们真的不熟，以后不要再提到我的事情了。Bye.